第三十一章木有古怪，啥？小神仙，您说这个古墓碰不得？村民一脸惊讶，看着张平安。张平安点了点头。天师，那既然这样，我们需不需要下山帮忙，避免不必要的灾祸发生？站在张平安旁边，一个须发皆白的老道面带担忧的询问。此老道正是张平安为其续命，强行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海丘道人。经过这段时间的修养。 海丘道人面色红润，已经完全没有了祭天前那重病态。现在我们观还是以筹备即将到来的罗天大教为主，到时天下道门中人将会云集在此，必须要有个妥善的安排才行。张平安摇了摇头，否定了海秋的提议。这样，你命一个弟子下山，叮嘱一声，让人们不要轻易动这个古墓。张平安想了想之后，又补充道：“是，天师。” 海丘道人领命，转身离开。而张平安的一番话，却在直播间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罗天大教，小天师的道观竟然要举办下一场的罗天大教，这也太酷了吧！我们竟然能见证一次罗天大教的筹备和举办。什么是罗天大教呀？有没有懂的人给科普一下？檀木之中，有人震惊不已，也有不懂的人询问什么是罗天大教。这魔说吧。 罗天大教举办的意义，是所有参与的道士一起为生民祈福，有点类似于道界的奥运会，各方道长大佬各显神通，请来诸神庇佑万民，这也太牛了吧！我现在已经有点期待这次盛会的召开了。随着有人做出科普，檀木区围绕着罗天大教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山下李台村旧址，随着古墓被发现，陆陆续续的有科考队开始进驻现场。 原本就搭建在村旁的临时住所，也被改到了离里,里台村一公里外的地方。入住的科考队也开始清理现场，给了足够的补偿后，想要挖掘自家被埋东西的村民，也全部被劝离。现场只剩下一些专业的考古学专家以及地质学专家。此刻，十几个人正围拢在一起，探讨着要怎么对这突然出现的古墓进行保护性挖掘。领导，领导，这位道长说有话。 要给你们说，听到下属呼喊，正在商讨中的李一鸣转身过去，只见下属带着一个道士打扮的人走了过来。你好，道长，不知道你找我们所谓何事？李一鸣看向走近的道士，出口询问。福寿无量，贫道此次前来，是奉天师之命前来告诫各位，此墓非比寻常，切不可乱动。那道人说完，一甩手中浮尘，转身飘然而去。 一时之间，现场十几个人都待在了那里。李一鸣眉头皱了皱，又是天师，这些人想蹭热度都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李一鸣抱怨了一句：“从早上开始，他就对天师这个称号有些反感了。一个才十岁的小孩，竟然也能号称天师，甚至还归拢了一大批的狂热信众。这些信众甚至还做出了爆破新闻评论区的行径。在他看来，这个小天师……” 就只是被有心人推到台前，想要蹭热度博流量的工具而已。李一鸣毫不掩饰脸上的鄙夷之色，随后转身拢了拢手：“来来来，我们继续商讨发掘事宜。”李一鸣继续组织住商讨，全然没有把刚才那个道人的话放在心上。其余的考古人员，现李一鸣对道人似乎有点不满，心中虽有疑惑，但毕竟在这里李一鸣算是东道主，也没人开口询问原因。众人的讨论继续。 不多时，一个考古人员前来报告：“钱主任，李主任，那边有新发现。”听到有新发现，一众参与讨论的地质专家和考古专家都是眼前一亮。“走，我们现在去看看。”李一鸣说完，直接朝古墓的方向走去。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发现古墓的地方。只见其中一片区域上掩埋的黄土已经被清理干净，一块青灰色的石板露在外面。 众人顺着那石板看去，只见石板上面刻画着一些字符，这些字符不像是已知的任何一种文体，倒像是一种符咒。你们有谁认识这种符咒吗？有人提出了问题。其余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都摇了摇头。他们是学考古和地质的，这石板上的符咒触及到了他们的知识盲区。十几个人皆是抱着手臂，盯着石板上的符咒。 一时间竟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刚刚那个道长不是还来提醒这古墓不简单吗？要不找个道长问问。一个考古专家提出了一个建议。此时的李一鸣是完全听不得到这个字。有什么好请教的？不就是自学的业余人士吗？难道懂的还能比我们科班出生的多？在场的哪位不是深谙地质和考古的专家？照我说，继续挖掘就行了。李一鸣大手一挥，直接做出了决断。 这番武断的行为，虽然引得几个考古专家内心不满，但是看在兄弟单位的面子上，几位专家都没有提出来。那就找李兄所说，继续发掘。一个考古专家出言赞同了李一鸣。随着继续发掘的命令下达，守在一边的考古人员们继续动了起来。在几个考古队员的协助之下，不多时，那快刻着符咒的石板被撬开。其中一个考古队员在搬开石板之后。 下意识的探头往下面看了一眼，随后只见他双眼猛地变直，身体开始抽搐，口中溢出泡沫，直接倒在了地上。这突然出现的意外，直接到了现场众人一个措手不及。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下面有什么？一个考古队员第一时间以为造成队员昏迷的原因是因为封闭太久，下面氧气耗尽的原因。随即他捂上口鼻，探头朝里面看了一眼，可就是这一眼看过之后。 他也直接倒在了地上，昏迷过去。一时之间，整个现场都混乱了起来。快快快，把队医叫过来！这边出意外了。有人最先反应过来，赶紧开始呼叫随考古队一起来的医生。很快，医生到了现场。各项检查之后，队医得出了一个结论：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我从医这么多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这事情透着诡异。我看你们。 还是找专业人士来看看吧。第三十二章，剧情小天师，专业人士，你不就是专业人士吗？此时围拢过来的李一鸣提出了疑问。医生站起身，一边取下手上的橡胶手套，一边摇头：“不不不，我说的专业，不是指这个专业。”众人听得一愣，随后有人反应了过来，看向一旁石板上的符咒：“你是说，这两个人可能是中邪了？” 有人小心翼翼地询问了医生，医生露出了不置可否的表情，其余专家都露出了恍然的神色。既然是这样，要不就让山上道观的道长下来看看。有人做出了提议。这山上的道观的人都有点问题，全都信奉一个十岁的小娃娃，我觉得不太靠谱，还是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吧。李一鸣再次提出了反对。经过早上那件事，他对方山观和方山观中的道士内心都十分抵触。 既然这样，我倒是认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长，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一趟。一个考古专家说完之后，拿出手机开始联系他所说的老道长。此时，雾山，千云关中，玉宇道人正在收拾行囊。前几日，在弟子的推荐下，他看了一档叫《国学之旅》的直播，其中小天师所摆布的七星续命阵，让他叹为观止。随即，他决定亲自前去拜见。 这几天，他以经江关内的事宜都托付给了门下弟子。现在，他已经订好了机票，准备今日就赶往方山关拜见小天师。这时候，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拿起一看，是一个曾经见过面的考古专家。两人之间探讨过古文化，非常的投缘。小钱，你现在联系我，是有什么事吗？玉宇道人接起电话，询问道：“玉宇老哥。” 我这江城这边遇到一点麻烦，可能需要您出面才行。听到那边的话，玉宇道人皱了皱眉头，今天可能不太行。我正准备去拜访一位高人。说到这里，玉宇眼角余光突然瞥见了一边弟子替他买的机票。等一下，小钱，你刚刚说你在哪？老哥，我说我在江城遇到了点麻烦。听到江城这个地名，玉宇又拿起机票看了看，江城可以。 我大概三个小时之后到，古墓发掘现场，钱月明都愣了一下。玉宇道人刚刚还说不太行，怎么突然改口了？行，那太感谢玉宇老哥你了，我亲自去机场接您去。钱月明生怕对方再反悔，连忙将一口将事情咬定，随后挂断了电话。钱月明连忙让人安排车辆朝城区赶去。三个半小时之后，古墓发掘现场来了，玉宇道长来了。 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外，响起了钱月明兴奋的声音。随后，李一鸣连忙出营，连同钱月明将一个须发皆白的道人迎进了帐篷之中。现在是什么情况？进了帐篷之后，钱月明开口询问道：“目前来看，生命体征还算正常，医生现在替他们俩挂水，保持基本营养，但是要继续这魔昏迷下去，后面情况就不好讲了。”李一鸣眉头紧锁。 开口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我来看看。看着临时用担架改造的病床上昏迷住的两人，玉宇道人满脸严肃。随即他走上前去，开始查看两人的情况，把脉、翻眼皮、看舌苔。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宇道人的脸色也越来越沉重，随后更是直接闭上眼睛，双手手指飞快的掐着各种绝印。许久之后，他再睁开眼睛。 入眼的是一群人渴望的目光，玉宇老哥，看出什么原因了没有？钱月明小心翼翼的询问。如果这两个考古队员真出了什么事，他完全无法对他们的家人交代。而且一次损失两个考古队员，觉得算得上重大事故，他也必须要担责。一旁的李一鸣更是满脸担心，毕竟起初就有人提出找道士勘探一番，都是因为他的一意孤行，拒绝之后才发生了眼前的情况。 对此，他的心中充满了愧疚感。你们在发掘过程中，是不是触摸过不该触碰的东西？例如说符咒。沉吟片刻后，玉宇道人这才缓缓开口：“符咒。”李一鸣听到这个词，连忙掏出了手机。玉宇道长，你看看这上面的符咒，你可能认得。玉宇道人扭头看去，李一鸣手机上呈现的正是从那块青灰色石板上拍的小的照片。 果然和符咒有关，只是这道符咒，我好像并未见过。不过这符咒上充满了风水煞气，此二人之所以昏迷，定然是被煞气所冲。玉宇道人脸上此刻也浮现出了凝重之色。听到玉宇道长的话，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凝重之色。连玉宇道长都不认得，这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东西啊？老夫虽然不认识的，但有位高人，我相信他一定认得。 玉宇道常开口说话，眼中充满了崇敬之意。那这两个人，玉宇老哥，您能救吗？钱月明看到玉宇道人的表情，心中也有了不祥的预感，但还是有些不甘的询问道：“这种情况太复杂了，老夫恐怕是道行不够。如果是贸然出手，恐怕不但救不了人，连我自己也要沾染上因果。”听完玉宇道人的这番话，钱月明脸上满是失落之色。完了，完了。 这下完蛋了，连玉宇道长都没把握，谁还能救他们两个啊？玉宇道人已经是他认识的此类人士中最出名的了，他都直言不敢出手。那这两个人的性命，恐怕此事我不能出手。但是说的那位高人，定有化解之法。玉宇道人说这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身着紫袍、身材娇小的身影，就是那个才十岁的少年天师。 重现了失传数百年的七星续命阵，老哥，您提了几次高人？哪位高人到底是何方神圣？钱月明着急的询问，他实在不知道到底谁还能比玉宇道长道行更加高深。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愿意。此时的李一鸣就彷佛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看着玉宇道人的眼睛里满是祈求。这个高人其实就在江城方山关。 他正是方山关的紫袍天师。第三十三章上山拜天师。玉宇道长，您说的哪位天师？该不会是个十岁的小孩吧？李一鸣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面前的老道。没错，就是那个小孩天师。别看他小，可是有真才实学的。你认识这位高人？玉宇道人说完，眼神有些期待的看着李一鸣。如果李一鸣认识那位高人的话。 正好可以让对方引荐一下，李一鸣尴尬的点了点头。我确实知道有此人，但是并不熟。说这话的时候，李一鸣的肠子都快悔青了。他和玉宇道人口中的那位高人，何止是不熟？自己现在估计是已经把人家给得罪死了。既然认识，那就赶紧的上山请人呀、啊！我实在不明白，放着一尊真神你们不请，却舍近求远的把我叫来。玉宇道人说着话。 着急的就要朝外面走去。那个，玉宇道长，您还有别的办法吗？我可能得罪了那一位，现在去求上人家，或许人家并不会出手。现玉宇道人急匆匆的要走，李一鸣只得硬着头皮说出了口。他这一番话，直接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这魔说来，今天我让请山上到长下山协助，你左右不愿意，就是这个原因。钱月明有些疑惑的看着李一鸣，从一开始。 他提出最好请到长下山协助，李一鸣就一直很抵触。当时他心里虽然有点意见，但是碍于面子一直没有说出口。李一鸣此时站在那里，被几个人盯着，双手无处安放，活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此事确实是我的错。李一鸣随即将早上以来发生的事情都简洁的说了一遍。糊涂，你真是糊涂呀！人家救了整个村数百人的性命，你觉得人家是图你那点虚名的人？ 玉玉道长听完李一鸣的讲述，顿时气得吹胡子瞪眼。道长，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这两个孩子是无辜的，您一定要想想办法呀！李一鸣急的都快要哭出来了。他其实也没石磨坏心眼，只是常年做新闻，遇到过太多用各种噱头蹭主流媒体热度的情况了。这次才下意识的对号入座，把那个十岁天师也想成这样的人。现在他的心里也是追悔莫及。 唉，比我道行深的人，不是太远就是避着死关。现在请根本来不及，此事还需请小天师出手。想来他也不会和你这种小辈见气。玉宇道人的话让李一明面上一窘，被称作是一个十岁小孩的小辈，他莫名的感觉有重尴尬。这样吧，你的却得罪了别人，还劳烦人家下山，确实不合理。你们想办法把这两个孩子弄上山，我豁出这张老脸。 去求小天师，玉宇道人说完，直接朝帐篷外面走去。谢谢，谢谢道长。帐篷内传出了李一鸣感激的声音。正在山下的一群人急得找不住北的时候，山上的方山关却处于一种别样的恬静之中，因为临时住所已经搭建完成。昨天转移上山的村民都在拜谢完张平安后下山去了。山上除了张平安和一众道人外，就只剩下节目组的林梦和刘月二人。 此时殿前广场上，二十几个道人，每人一张小桌，盘腿坐成一排，桌上皆是摆着笔墨纸砚，每个人都持笔在纸上抄着东西，而张平安，则是手持戒尺，双手背于身后来回巡视。这个时候，张平安停在了一个中年道人面前。我说了多少次，青瓷的书写必须工整无误，此乃请圣所用。你想想，你给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写信求人办事。 别人见你字迹潦草，毫无诚意，会愿意帮忙吗？张平安教训中年道人这一幕，也被摄像机精准的拍摄了下来。完了，这个道长要被小天师打手心喽！哈哈，看这道长的年龄，恐怕孙子都和小天师一边大了吧？现在却被一个十岁的小孩训的跟个孙子似的。我一时之间，竟然分辨不出到底谁是大人，谁是小孩。不过小天师教训的也没错。 青瓷乃是罗天大教所用，自然马虎不得。这极具反差萌的一幕，让评论区的气氛显得非常的活跃。林梦此时也坐在一边，面带微笑，笑意盈盈地看着这一幕。对了，你们知道山下的古墓发掘出事了吗？嗯，出啥事了？快展开说说。小天师早就交代不能妄动了，怎么还出事了？一条檀木，顿时吸引了了。 人们对鹅好奇心，嘿嘿，我有个朋友就在这个考古队里面，这事还是他告诉我的。据说啊，发掘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刻画着符咒的石板，本来他们队长还说请到场给看看的，结果那个地质专家非要一意孤行，直接发掘，结果石板搬开就出事了，当场就昏迷了两个，医生都查不出原因。对了，那个地质专家就是地质勘探队的新闻负责人。 早上的新闻一点莫提小天师功劳，说不定就是他搞的事。此人也不墨迹，现有人感兴趣之后，直接把所知的事情都抛了出来。所说的话，信息含量十足，直接将檀木引爆了。卧槽，这是中邪了吗？那这是怕是闹大了呀！啧啧，昏迷两个还查不出原因，这次发掘的负责人都脱不了干系。要我说啊，这就是该。 小天师明明都提过醒了，非是不听。对，还有那个什么新闻负责人，这就是他瞧不起咱们小天师的下场。虽然很同情那两个昏迷的队员，但不得不说，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坛墓中，人们开始义愤填膺的责备那个新闻负责人。我觉得你们说的太玄乎了吧？照我看，昏迷估计是古墓中某种细菌造成的，或者就是时代久远，墓室中氧气耗尽。 其他气体含量过高而已，这时候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没有觉得是因为中邪造成的昏迷。我敲，最新劲爆新闻，考古队的人抬着两个昏迷不醒的队员上山了，要请小天师出手。一开始爆料的人，再次抛出了一个猛料。第三十四章，欲语道长，拜见天师，怎么，一开始看不起咱小天师，现在莫办法了，又求上门来了。 照我说，这种厚颜无耻之徒，来了也别让他们进来，直接赶走。话也不能这么说，那毕竟是两条活生生的生命，就算要出手，也必须让那个负责人先道歉再说。随着考古队要上山求助的消息传出，檀木也更加热闹了起来，众人也是各执一词，各种言论都有。而原本安静坐在一边，看着张平安指导众道士写青词的林梦，看到这个消息。 也打起了精神，直觉告诉他，待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肯定都很有看点。想及此，他招呼摄像师刘月转移了一下机位，放到了更靠近门口的位置。没有等多久，一行人来到了方山关门口，为首的正是玉宇道人，身后跟着钱月明和李一鸣两个古墓发掘负责人，在其后，则是由八个考古队队员抬住的躺着两个昏迷队员的担架。玉宇道长来到门前。 看着门前的那副对联，虽然在网上已经看过这副对联了，现在真正身临其境再看，也有了更多的感悟。能写出此等境界的对联，不愧天师之名。玉宇道人一边点头，一边发出感慨：“那个道长，咱们要不现在就进去？”李一鸣见玉宇道人被对联吸引，显得有些着急：“对，救人要紧。”玉宇道人也反应了过来，连忙踏步朝关内走去。 关内，见关外来人。刘月已经将摄像机对准了门口，玉宇道人等人进入道观的画面，正好也被摄像机拍摄了下来。哇，我没有看错吧？那打头的道长，是玉宇道长，还真是玉宇道长。玉宇道长竟然来方山关了，这算是道界两位顶级大佬的碰面了吧？啧啧，果然今天这节目莫白蹲，有幸能见到这一幕。那后面抬着的。 不会就是那两个昏迷的考古队员吧？这俩到底中的是什么邪？连玉宇道长也不能解决吗？我看未必，可能是玉宇道长来的比较急，随身没带法器装备，所以上山来借吧。看到进门来的玉宇道长，直播间的檀木都开始沸腾了起来。和张平安的异军突起不一样，玉宇道长早已经成名已久，浮生无量，贫道乃雾山千云观玉宇，冒昧来访，还请海涵。 看到迎上来的林梦，玉宇打了个招呼：“玉宇道长，欢迎来到方山关。您是来找小天师的吧？”林梦此刻也是心情十分激动。作为国学栏目的主持人，他对国学自然也很感兴趣。而玉宇作为成名已久的国学大师，说林梦是他的小迷妹也不为过。贫道今日却是为拜访小天师而来。在林梦的询问下，玉宇道人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小天师在那边。 我引您去见他，林梦说完，激动的转身往张平安的方向走去。不对啊，咋玉宇道长都到这么久了，还没看到小天师出镜呢？对啊，人玉宇道长大老远来一趟，小天师好歹也迎接一下。平时感觉小天师处事挺周到的，今天这是咋回事？我看呀，小天师表面不说，还是在为上午的事情生气呢。这也正常。 毕竟谁做了那么大一件好事，一点不被提起，心里也不是滋味。在檀木热议之下，林梦带着玉宇道人走过摄像机，而摄像机也转了过去，对准了广场上。此时观众们才发现，张平安还是背着手巡游着，压根就没理会到来的玉宇道人等人。说实话，今天这事我感觉小天师做的就有点不地道了。就算生那个专家的气，但是面对玉宇道长最基本的礼节，应该还是要有的吧。 对啊，玉宇道长这魔大的年纪，好歹也是个长辈，长辈前来，晚辈哪有视之不见的道理？檀木之中，见张平安一点反应都没有，顿时有人产生了不满。他们观看国学之旅，一方面确实因为小天师有能力，但是更多的，还是想看一个小孩子一官之长的反差萌。但是他们对玉宇道人的感情又不一样了，玉宇道人那是成名已久的道长。 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人们对他的感情只有尊敬。而现在，自己尊敬的人被无视，这些人心里自然也产生了一定的芥蒂。谭木里议论纷纷，而此时现实中，林梦也有些着急的看着张平安的方向。他其实也不知道今天张平安会那么无理，可是他平时面对一个普通的村民长者，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尊重呀。咋换成一个德高望重的道长，反而还变了一副样子呢？ 唯一让林梦放心的是，玉宇道人一路往前，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笑意，并没有因为张平安的无礼而表现出生气的样子。就在这时，玉宇道人脚步突然一顿，走在他身前半步，随时关注着他的林梦心中猛地一突：难道这位道长终于还是要发怒了吗？随后，只见玉宇道人一双眼睛紧盯着旁边小桌上一个青年道人所写的青词，这青词。 用词华丽，形式工整，实乃佳作。玉宇忍不住做出了一句点评，引得那青年道人抬头。玉宇连忙做了一个揖以示尊重。跟在他身后的林梦，听到玉宇的夸赞，也是大吃一惊。之前只知道小天师对道众们所写的青词要求严格，没想到这严格要求下所写的青词，竟然能引得玉宇道长的夸赞。玉宇一路走过去，每走一步都会停下来。 随后夸赞一番，这看得身后的李一鸣和钱月明都是着急不已。要知道，可还有两个昏迷不醒的人等着救命呢。玉宇老哥，要不咱先救了人，再欣赏不迟。钱月明终于没忍住，小声的在玉宇面前提醒了一句。玉宇道人听到之后，也是点了点头。所过之处，皆是佳作。老道，我倒是有点迷失其中了，感叹一句之后，玉宇大步走向前。 此时正好张平安转完一圈转身，玉宇见状，直接跪倒在地，做了个鸡首礼。雾山千云关弟子玉宇，拜见天师。第三十五章驱煞救人。卧槽，我没看错吧？玉宇道长竟然给小天师跪下了，这是什么情况？道长该不会是狡猾了吧？檀木之中，一片惊呼，众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不必行此大礼。 快快请起！张平安说住话，上前将玉宇道人搀扶了起来。多谢师叔。玉宇道人被张平安扶起之后，又躬身尊敬道：“你我未曾相识，何故唤我师叔？”张平安眉头一挑，他并不认识眼前这位道人。我乃海字辈，您是福字辈，按辈分来说，您确实长我一辈。当然，您贵为天师，叫您师叔，我却有占便宜之嫌。 面对张平安的询问，玉宇道人也恭敬的解释道：“天呐，小天师竟然是玉宇道长师叔辈的人，看来刚才确实是我们误会小天师了，还说人家小天师不懂礼数，现在看来，晚辈来见长辈，长辈自然没有前去迎接的道理。虽然小天师看不到，我还是要给小天师说句对不起。”得知张平安的辈分竟然如此之高，弹木中难免又是一阵惊呼：“玉宇。” 此番你前来我方山关，所为何事？和玉宇闲聊几句之后，张平安开始询问对方来意。晚辈前几日在国学之旅栏目上，见识到了天师身后的道法，本就起了拜访之意。奈何关内是雾缠身，今日才得以成行。恰逢今日一酒友求助，山下古墓发掘出了点事，晚辈到场后发现无法解决，遂后言上山请天师出手。说到这里。 玉宇道人侧过了身子，让张平安能看到身后跟着的人。摄像师刘月此时也绕到了张平安的身后，给玉宇道长等人都来了个特写。就那个梳着油头的家伙，他就是地质勘探队的新闻负责人。操！什么破专家，人模狗样的还敢瞧不起咱们小天师？新闻上把小天师的功劳全部抹灭，现在出了事了，知道求助小天师了，恬不知耻的家伙！ 林女神，快点让他给小天师道歉！当人们看到李一鸣的特写时，檀木直接炸开了锅，人们纷纷开始对李一鸣展开了口诛笔伐。林梦看到檀木内容也一阵尴尬，对于这个李一鸣做的事，他确实有些不忿，但是去要求人家道歉这事，他还真做不出来。就在这时，李一鸣却主动站了出来：“小天师，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现在非常的后悔，我承认自己的错误。” 认打认罚，您怎么惩罚我都不为过。但是这两个孩子是无辜的，希望小天师您一定要大发慈悲救救他们。李一鸣带着哭腔，真情表露，满脸悔恨。哈哈，现在知道道歉了，早点不听话的时候干嘛去了？我猜小天师肯定不会那么轻易的接受他的道歉。对，这个时候了，必须端端架子，好好挫挫他的锐气。 谭木纷纷猜测张平安会作何反应之时，张平安却完全处于状况之外。今天上午，他忙着指挥村民转移；下午，则是教导到众写罗天大教所需的经词。其他发生的事，他完全没有在意，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人为石魔上来就开始道歉。见那男人痛哭流涕的就要跪下了，张平安连忙出手将其扶住：“施主言重了、啊，不管何事，这人……” 我肯定要救他，还请将人抬进正殿。另外，海秋去后山摘两片荷叶来。张平安并没有在意李一鸣的行为，而是直接开始指挥起来。很快，一行人将两个昏迷的考古队员抬进了大殿。张平安等人也随即走进了大殿。小天师，您看这两个孩子的情况能不能治？钱月明心情有些急切，刚进殿就凑到了张平安身边，开口询问：“看状态。” 是邪煞入体，封了五脉，问题不大。张平安眼皮都没有抬一下，随口回应了一声。钱月明听了张平安的回答，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要知道，玉宇道人到了之后，也是各种折腾后才得出了结论。而这个十岁的小孩天师，竟然只是随便看了一眼就确定了症结所在。这魔看来，他的道行似乎确实要比玉宇道长要高。哈哈。 也不看看咱小天师是谁，这点小问题还解决不了，就算再严重一些，大不了再来个七星续命阵，求到小天师，算他们求助了，也就看在刚刚那货认错态度良好的份上，要不我高地不赞成小天师出手。楼上的哥们，说的好像你能左右小天师的想法一样。相较于大殿中比较沉闷的氛围，檀木之中的气氛就要欢快的多。 直播间的观众大多都是老观众，皆是见识过张平安种种神奇手段的人，在他们看来，连续命阵都能使出来的小天师，救两个中邪的人完全是手到擒来。天师，荷叶摘来了。这时候，海秋道人拿着两片荷叶进到了正殿之中，恭敬的递到了张平安的手边。张平安接过荷叶，将两片荷叶撕成掌心大小，随后来到担架前。 将两片荷叶分别覆盖在昏迷中的两人嘴上，见张平安有了行动，整个大殿内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过也有人心中升起了一丝疑惑：救人喂石魔要放两片荷叶在嘴上。随后，张平安从供桌上拿起了一个葫芦，打开葫芦的塞子，将葫芦嘴对准了昏迷之人的方向。太上台星，应变无停，驱邪缚魅，保命护身。随着张平安念动咒语。 那原本安静躺住的两个人瞬间有了反应，只见两个人身子轻微的抖动，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力在牵引着他们一般。而此时，张平安右手单手持葫芦，白嫩小巧的右手开始快速的捏动各种法诀。随着他的法诀捏动，两人的身体停止了抖动，再次归于平静。就在这时，覆盖在两人嘴上的荷叶开始产生了变化。卧槽！你们快看！ 那两张荷叶变黑了，哎，我去，那荷叶真的变黑了。在直播间内外，人们震惊的注视下，那两片原本碧绿的荷叶开始枯萎变黑。第三十六章下山入墓。随着荷叶变黑，原本两个人因为昏迷而惨白的脸色，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血色。待两人脸色变得红润正常，张平安这才收起了葫芦。 随后将两片已经完全变成黑色的荷叶拿了下来。随着张平安将两片荷叶取下，两个人的眼皮同时动了起来，动了，动了，真的就醒了。大惊小怪神魔，这不是小天师的基本操作吗？不是，就这么简单吗？我还以为要和七星续命阵一样来点特殊的呢。随着檀木中一片议论，躺住的两个人也睁开了眼睛。我这是在哪？ 一个人有些疑惑的张望了一番，有些迷茫的开口询问：“赵杰，你醒了？”见自己的队员醒了，钱月明满脸欣喜的凑了上去：“钱主任，我这是怎么了？我记得我刚把那块石板抬起来，别的咱们晚点再说。你能醒来还，还多亏了这个小天师。快快，还不赶紧起来，给小天师谢恩。还有小峰，你也醒了，太好了！”钱月明脸色激动。 看着张平安的眼神，充满了崇敬之色。方内之人，不必多礼，我也只是顺手位而已。见钱月明要让两个队员起来道谢，张平安连忙出言劝阻。对于这些虚礼，他并不是很在乎。这边钱月明和两个苏醒的队员深情互动，另一边李一鸣已经呆立在了原地。虽然他跟随上山，甚至豁出面子给张平安道歉，但是内心其实还是保持了一点怀疑态度的。 实在是两个考古队的队员一直昏迷，连医生和德高望重的玉宇道长都束手无策，这才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决定上山请张平安一试。就在两人醒来的前一刻，他还是不相信一个十岁的小孩真的能救醒两个人，但是现在他是彻底信了，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天师，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有听信您的告诫，一意孤行。 强行命令开工挖掘，这才险些酿成了大祸。李一鸣直接来到张平安面前，再次情深意切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嗯，我确实命人下山劝诫了一下。既然现在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此事也无需再提。张平安缓缓的点了点头。天师，您道行高深，道法造诣高强，还请天师能下山主持此次的古墓挖掘。李一鸣说完此话。 满脸期待的看着张平安，此次古墓才刚刚发掘，就遇到了这种离奇之事，后续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古怪。如果这个天师能下山主持，这次的挖掘工作必然能更加顺利的展开。天师，我们此次对古墓的挖掘乃是抢救性挖掘。从目前泥石流冲出的文物来看，这些文物都是盛唐时期的文物，迄今为止，盛唐时期的古墓都很少发现。 此次如果能挖掘出一些保存完好的文物，将会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甚至可以填补我们对盛唐这个年代了解的历史空缺。钱月明在一边本来是想补充李一鸣的话，结果越说越激动，神情激动地看住张平安。我听说方山观正在筹备罗天大醮，如果小天师您能下山主持古墓发掘工作，我们可以为您申请到一笔资金，修路搭桥，彻底改善道观环境。 这样，到时候罗天大教举办之时，能更方便遇会而来的天下道众。钱月明和李一明，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在极力的劝说张平安下山主持古墓发掘。在见识过张平安的能力之后，他们已经完全被这个十岁的小孩折服了。他们相信，只要张平安答应下山，古墓的发掘工作将会进行的更加顺利。在两人的劝说下，张平安内心也产生了一些异动。 首先，如果能够改善道观环境，确实对即将到来的罗天大教有益。另外，他也有着自己的考量，那就是那个古墓的存在，实在离方山关太近了。那古墓的存在，完全破坏了方山的风水。如果任由之，很可能会对道观造成不可预知的风险。配合考古队挖掘，将整个古墓完全起风，改变风水，也不失为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既然如此。 那我这就跟你们下山看看，但是我有言在先，挖掘现场我要有绝对的指挥权。张平安说完，这才将视线落在了二人身上，静等着二人的反应。天师，您这是答应了吗？太感谢您了，天师您放心，在古墓挖掘现场，您不管有什么建议，我们都完全听您的。两个人听到张平安答应了，瞬间满脸欣喜的拍着胸脯保证了起来。 这一次昏迷，两个人都把他们急得焦头烂额。如果不是张平安出手，他们还真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现在当然是无条件的完全信任张平安。哇塞，小天师竟然答应下山帮忙了！这个节目是越来越有趣了。现在竟然还能看到直播考古，盛唐时代的古墓呀！之前貌似还没听说有地方出现过吧？盛唐可是古代特别强盛的一个朝代。 只要能发掘出文物来，绝对意义非凡。见张平安答应下山帮忙，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激动了起来。那行，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下山吧。海秋，我下山期间，你照看好道观，继续准备即将到来的罗天大教。张平安说住话，看向了一旁的海秋道人。天师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再让您失望的。海秋满脸激动的做出保证。 又交代了几句道观事宜之后，张平安这才随着考古队的人们一起往山下走去。林梦和刘月在和钱月明交涉一番后，也紧随其后获得了全程跟拍的资格。一行十几个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原理台村旧址。原本理台村所在的位置，全部被警戒线拦了下来。一旁被清理出的空地上，停了十几辆车辆。在警戒线中，有不少考古队员进行驻勘探工作。 在一座几米高的山丘上，一个新闻团队正在全程直播。这时候，那新闻直播间中，一条弹幕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快看，那边怎么来了个孩子？这种严肃的场合，怎么能让一个孩子闯进来捣乱呢？”第三十七章：天师不在，我们不动。这该不会是哪个专家的小孩吧？小孩也不能带到这种地方来啊！万一出了点危险，谁能负责？也不知道。 现场的负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随着张平安一行人的出现，顿时在新闻直播间中引起了热议。新闻直播的记者此时也注意到了下面的一行人，招呼住拍摄团队，一起来到了张平安一行人的身旁。你们好，我们是夏氏科教栏目的记者，接到总台的任务，来对此次盛唐古墓的发掘做专栏采访。请问，你们哪位是这次古墓发掘的总负责人？开口的主持人。 长相甜美，留着披肩长发，说话时脸上带着的微笑，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的天哪，竟然是夏氏的记者，夏氏栏目可是大夏独一档的栏目，上面对这次古墓的挖掘重视程度这么高吗？啧啧，带队记者竟然还是冰冰，冰冰可是现在夏氏最火的外景记者，这次小天师的方山观，怕是也要跟着这次采访好好火上一把了。 记者冰冰的出现，直接在国学之旅的直播间中引发了热议。林梦此时也是非常的惊喜激动，冰冰是她的学姐，也是她的偶像，虽然只比她大两岁，却已经成为了夏氏的金牌记者。而她，在来方山关之前，也只是一个长期在线人数几千人的三流综艺主持而已。你好，我是这次挖掘的负责人钱月明，非常欢迎夏氏的记者团队。 钱月明也满脸激动，下市的记者都来了，表明这次发掘受到了非常大的重视。相应的，想要申请相应的经费可就容易多了。钱月明可没忘记，他们答应了张平安要修路搭桥，改善道观周边环境的。你好，钱老，很高兴认识您。这两位是你们随队记者吗？冰冰和钱月明打了个招呼，又将目光落在了林梦和刘月身上。你好。 我们是国学之旅栏目组的，这段时间都在这旁边方山观常住。林梦激动的上前一步，回答了冰冰的问题。嗯，既然你们常住此地，那应该对此地了解更深，不知可否一起合作完成拍摄？冰冰的提议，让林梦都是为之一愣。他倒不是不愿意，而是一时间被幸福冲昏了头脑。要知道，对方可是国内一流的电视栏目，而国学之旅。 哪怕以金融登平台第一综艺的宝座，但是归根结底也只是一档网络综艺而已。如果能和夏氏达成合作，那对栏目的宣传将会得到长足的好处。卧槽，夏氏竟然主动和国学之旅合作，我都快感动哭了！小破节目终于长大了。还记得刚关注这个节目的时候，才几百个人看，现在都能和夏氏合作了。国学之旅直播间，弹幕疯狂涌现，人们激动不已。 与此同时，反应过来的林梦也很快和冰冰达成了合作协定，双方共同拍摄，冰冰负责采访，林梦则负责现场的主持工作。达成合作协定之后，冰冰终于将目光投到了张平安的身上。我可以请问一下，这个可爱的小朋友是谁带来的吗？这里刚刚发生过泥石流，地面坑洼，可要注意别摔倒了哟。冰冰笑眯眯的提出了询问。 眼神中满是关切之色，但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他的言语间都有点埋怨的意思，很含蓄的表达出了这个地方不安全，小孩子不宜久待的意思。冰冰女士，你可能是误会了，这位是方山关张天师，是我们请来主持这次古墓发掘的专家。钱月明自然听出了冰冰言语中的深意，连忙出言解释，随后小心翼翼的看向张平安，生怕张平安会因此动怒。 看到张平安微微低头，站在原地，脸上无悲无喜时，才松了一口气。嗯，这位是小专家。听了钱月明的话，冰冰这种金牌记者也有点语无伦次了。这个小孩看起来确实精致可爱了点，但是他再怎么看，都不觉得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怎么猛和“专家”这个词挂钩。卧槽，就这还是专家？那我家现在不是还有两个专家在做作业？ 就这小孩，我甚至都怀疑他到底懂不懂最简单的地质勘探、风水堪舆。让这魔小的孩子主持古墓发掘，这是在搞节目效果吗？这魔小的孩子，还是回家看动画片吧。在这里不是纯纯的搞笑吗？相比于冰冰有些尴尬的反应，下是科教栏目直播间中人们的反应就要激烈的多。谭木风狂刷新，大部分都是质疑小孩子真实身份的。 哪怕双方对接，有一部分国学之旅的观众前去想要解释，也很快被海量的弹幕给淹没。实在很抱歉，钱老，我可能没太懂您的意思。冰冰表强忍着内心的震惊，挤出了一丝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看着钱月明。他的意思很明确，希望钱月明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你没有听错，我说这位张天师，是我和李主任一起请来主持这次古墓发掘的专家。 钱月明直接斩钉截铁的开口，见识过张平安本事的他，自然不容忍有人对张平安产生误解。胡闹！此刻相距方山几千公里的一间会议室中，一个老者猛的一巴掌拍在桌上。长条会议桌边上，还坐着几个同样须发皆白的老者。这些都是国内考古界的大拿，因为距离原因不能亲临现场，所以都围坐在一起看直播，随时准备线上指导古墓的发掘工作。 结果他们刚刚坐定，就看到了这让他们感觉啼笑皆非的一幕。这个钱月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盛唐古墓，可是考古界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发现，怎么可以让一个这么小孩子去弄？那老者拍完桌子之后，吹胡子瞪眼的骂了一通，满脸都是愠怒之色。杨老，您千万别生气，兴许里面另有隐情。钱月明是我的学生，依我对他的了解。 并不是不靠谱的人，一个人连忙上前劝说，而此时古墓发掘的现场，也处在十分尴尬的氛围之中。就在大家诧异的时候，李一鸣的一句话，让众人更是感到心头一震。这个古墓如果没有小天师在场，我们根本不敢发掘。第三十八章盛唐李淳风。什么？这个小孩还是小天师？那不是道界地位最崇高的人的称号吗？我去！ 刚刚听钱月明说了两次，我还以为是口音问题，我听错了呢。这魔小的小孩，到底是怎么当上天师的？听到李一鸣的解释之后，檀木一片震惊，都显得有些懵。哈哈，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好好去看看《国学之旅》的节目，补补知识吧。别看咱小天师才十岁，他可是真正的牛人，治病救人，预测泥石流，甚至能布阵替人续命。 现在来指挥一个古墓的发掘，那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吗？剑谈墓中大多数人都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一些从国学之旅转移到新闻直播间的人开始出言科普。我擦，玄真别说，我刚刚去国学之旅直播号看了些精彩集锦，这小孩还真有点东西。我还是不太信这么小的小孩能担当得起指导古墓发掘这么重要的工作，我宁愿相信这古墓。 是这个小孩家的祖坟，现在想要刨人家家的祖坟，当然要这个小孩亲自在场。倒是这俩专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口一个小天师的，对一个小孩那么尊敬。我听说之前发掘的时候，有俩人中邪了，该不会就是这俩吧？哪怕是国学之旅的老观众卖力解释，但是依旧不能改变人们对十岁小孩的固有认知。直播间不断刷新的弹幕中，还是有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现场，李一鸣也时刻拿着手机关注着直播情况。作为地质勘探队新闻负责人，他对舆论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任由不好的舆论一直发酵，很可能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而现在弹幕之中，人们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可能就会引起舆论风波。他知道，不管怎么解释，也不可能一次性解决那么多人的疑惑。想要打消这些人的疑惑，必须要拿出实际行动出来。 想到这里，李一鸣直接来到了摄像机前面。那个，现在既然人员都到齐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工作吧。首先，还是要先想办法成功进入墓穴之中。说到这里，李一鸣指了指旁边的张平安，随后又扭头看向摄像头。我知道，大家对这位少年专家还有很多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之前我们考古队出现了意外。 有两个队员意外昏迷，正是这位小天师出手，才让这两位队员安然醒来。所以，想要进入墓穴，确实需要小天师出手才行。李一鸣态度非常认真的解释，希望能以此打消一些观众的疑虑。而这时候，新闻主播间中，一条弹幕却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目光：“快看，那个小孩在干嘛？”“我操，他什么时候过去的？”直播画面中。 基人其实一直都站在一条警戒线之外，那警戒线圈住了一块约莫三平米的地方，那其中，正是之前考古队已经发掘出来的青灰色带符咒的石板。在弹木的提醒下，摄像师也连忙调整了一下镜头的角度。在镜头之下，一个身材娇小的小孩，此刻正蹲在那青灰色石板上，娇嫩白皙的小手，正轻轻抚摸着石板上的符咒。这一幕，直接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之前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镜头前卖力解释的李一鸣身上，甚至都没人注意到张平安是何时钻进警戒线之内的。考古队是怎么搞的？这么小的孩子咋都没人看着点？对啊，这种在地底埋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是可以随便乱碰的吗？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感染了什么真菌细菌的怎么办？这个墓可是盛唐时期的古墓，每一件出土的东西意义都非同小可。作为专业人士。 我要是在现场，也不敢随便乱碰，这样胡乱碰，如果破坏了石板上面的特殊结构，很可能会导致对古墓主人身份的判断出现错误。檀木之中，此时不仅是普通人，甚至专业的考古人士都开始出面批评。看到人们的反应这么强烈，两个考古队的队员连忙翻过警戒线，想要阻止张平安的动作。这时候，张平安却站了起来。果然，我猜测的没错，此乃五行推背符。 此墓主人身份不凡，乃是盛唐时期著名术士李淳风。张平安起身后的一番话，更是直接将直播间的氛围彻底点燃。我敲，李淳风，那不是盛唐国师，准确预测女帝诞生、扶植武帝上位的那位牛人吗？真要是那位的墓，那这次的发现可牛逼大了！那可是史上最成功的的女人背后的男人，竟然埋骨此处，此平行宇宙。 和张平安前世蓝星历史有所出入，此平行宇宙的李淳风，不仅预测了女帝登基，且还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张平安的一番话，直接让直播间中的人如此激动的原因。一派胡言，这里绝对不是李淳风的墓。我就是考古界的人，李淳风的墓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发现了，现在墓中的文物都在京都博物馆中保存住。这种言论。 片片业外人士还可以，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弹幕之中，一个自称专业人士的人，态度激动的反驳了张平安的话。数千公里外，古墓发掘的线上指导团会议室，这个小孩子一说话就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坐在首位的杨国忠摇头点评了一句：“小肖呀，赶紧让你那个学生把这个小孩子请出去，在这磨下去，丢的那可是咱们考古界所有人的脸。” 作为此次线上指导团的首席专家，张国忠直接开始发号施令。那被称为小肖的人，此刻脸上也满是尴尬之色。之前他还在为自己的学生说情，但是这个小孩子的话确实可以看出毫无考古常识。好的，杨老，我这就给我那个学生打个电话。萧何一边回应着，一边掏出手机拨通了钱月明的电话。第三十九章：掘地三米，木门必现。 小天师，您觉得您有没有可能搞错了？正眯着眼仔细盘算风水走势的张平安睁开眼睛，只见钱月明已经来到自己面前。嗯，钱老说的是什么搞错了？张平安看向钱月明，只见对方此刻满脸焦急之色。钱月明此刻心里其实很无奈，他刚刚接了自己恩师的电话，虽然恩师并没有过分责骂。 但是言语中已经透出了对自己亲小孩子指导古墓发掘的浓浓不满。那个李淳风的墓，在三十年前就发现了。钱月明说出这话的时候也有些尴尬。哦，那个可能是个遗种吧？这种知名术士有一种很正常。张平安满不在乎的回应了钱月明的疑问。钱月明的面上顿时一窘。那个李淳风墓，可是整个考古界公认的真墓，现在张平安一句话就给否决了。 这不是打整个考古界的脸吗？可是想到张平安解救两个中邪队员的神奇手段，钱月明只得暂时按捺住了心中的疑惑。那小天师，你看看能不能把这石板下的煞气解决了？这样我们的考古队员才能顺利的进入探寻。钱月明说完，满脸期疑的看着张平安，他的恩师已经对这个小孩天师不满了，现在他急需让张平安表现一下实力，这样才能证明他的选择没有错。 这里并不是入口，真正的入口在别的地方。张平安挑了挑眉，开口道：“啊！”张平安平淡的一句话，却直接把钱月明搞懵了。而这番话，也随着摄像师的拍摄被直播间中的人听到了。卧槽，这小孩眼睛看起来水汪汪的，到底是啥时候瞎的？这模明显的一块石板在那摆着，难道他看不到吗？众所周知，人不能死两次买两次。李淳风的墓。 早就找到了，他刚才说这是李淳风的墓，已经够离谱了，现在竟然看着明晃晃的入口，说不是入口，檀木瞬间炸开了锅。对于张平安这明显的两次错误，他们已经不能容忍了。线上指导团中一众人等也皆是满脸怒气，怎么回事？这个钱月明到底还听不听话了？还不驱离这个小孩？这石板都被搬动过了，证明下面有空间。 这不是入口，入口还能在哪？赶紧给钱月明打电话。什么煞气不煞气的，就是某种不知名的细菌而已。让他们赶紧穿上防护服进去。再这样拖下去，如果山洪再次爆发，一切都会白费。杨国忠此刻此刻面色通红，显得出离的愤怒。而正当众专家一致觉得此地就是入口之际，张平安已经走出了警戒线，随手拿起一根竹竿，开始在空地上走动起来。 钱月明和李一鸣满脸焦急的跟上张平安，不知道张平安葫芦里到底装着什么药。而见两个负责人走动，后面一众记者和拍摄团队也只得跟着一起走。一时之间，直播画面中出现了奇怪的一幕：一个小孩绕着地面转，后面一群人跟着他转。虽然知道很不礼貌，但是我总觉得这是在溜。我感觉世界都疯了，我现在都怀疑我看了个假瞎世节目。这一群人到底在转什么？ 古墓入口明明就摆在那里，还不赶紧打开！檀墓之中，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多。就在这时，张平安停下了脚步，在众人疑惑的眼神中，将手中竹竿插在了面前的土地之中。就在这里，往下三米，可见木门。张平安说住话，拍了拍手上的灰尘，扭头看向众人。一群人被张平安这番话搞得一脸懵逼。啥？他说。 木门在他站的地方底下，这也太扯了吧！啥风水堪舆的工具都不用，也没有地质勘探器械，难道考古队的那些专业设备，还比不上他手上的一根破木棍？就凭着那一根破竹竿，就能定位古墓的木门所在了？哈哈，这小孩的鬼话，要是都有人相信的话，那我感觉我也有资格指挥考古了。弹木情绪越来越强烈，各种不满的言论甚嚣尘上。 此时的李一鸣和钱月明表情也十分的纠结，直播间的弹幕，他们也在时刻关注，自然知道现在舆论对他们很不利。如果一个处理不当，他们恐怕不是丢工作这么简单了，在全国人民面前丢整个考古界的脸，唯一的结局就是身败名裂。钱月明神情纠结之际，李一鸣此刻却猛地站了出来：“考古队的，听令，照这个地方往下挖！”李一鸣直接喊了出来。 这一嗓子几乎用尽了他浑身的力气。什么？我没听错吧？竟然还真听那个小孩的？这魔大的大人了，这点主见都没有？一个小破还随便白话两句，他们还真信了？以我的经验，山洪有一次就可能有两次。在这魔拖下去，山洪早晚爆发，到时候对墓室造成二次破坏，导致文物损坏，到时候哭的地方都没有。一群大人。 被一个小孩子逗得团团转，我都无语了。钱月明也满脸诧异的看着李一明：“老李，这可要想清楚，这要是没有挖出来，你这辈子恐怕就完了。”钱月明在李一明面前小声提醒，他觉得李一明此举实在是太冲动了。看着已经听令开始挖掘的考古队员们，李一明重重叹了一口气：“老钱，这是我欠小天师的，之前我就是因为不听他的劝告，吃了大亏。” 差点害得两个队员丧命，这次我选择完全相信小天师，他指的地方就算挖不出墓门，至少也不会让队员中邪。李一鸣说出这番话之后，脸上反而露出了释然的神情。哈哈，老李，你这番话说得好，你放心，有啥问题我们一起扛，大不了爱。到我们这个年纪也该退休了。钱月明拍了拍李一鸣的肩膀，给了李一鸣一个鼓励的眼神。 随后，两人目不转睛的开始看着面前正在开展的挖掘工作。虽然心中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心里毕竟还有着那么一丝期疑。因为昨夜一夜暴雨，现场的质本就松软，再加上使用的都是专业的钻探工具。第四十章大搞破坏，找到了，找到什么了？现场众人直接被这一声叫喊吸引住了注意力，特别是李一鸣和钱月明。 两人几乎堵上了自己的后半生，听到这声叫喊，心脏都快跳到了嗓子眼了。小孩说的是真的，下面真有石门，真的。赵姐，你确定你没有骗我？钱月明不敢置信的再次询问了一遍。在没找到之前，他不知道多么希望下面真能找到石门，但真的找到之后，反而不敢相信了。钱主任，我发誓绝对没骗你。下面再次传出确定的声音。 哦耶！Oh、yeah, 真的找到了！钱月明和李一鸣两人直接激动的跳了起来，两人此时都是喜极而泣，对视一眼之后，直接拥抱在了一起。这两个半大老头抱在一起哭哭啼啼,啼的画面，原本应该极具喜感，引得檀木激烈讨论，但是此刻檀木之中却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因为大家都还处于极端的震惊之中。Oh my god！真的找到了，这也太神了吧！ 那个小破孩，竟然真的说中了，我整个人都骂了。什么小破孩，会不会说话？那是方山关小天师，你们这些人是真没点见识，我都怀疑你们这辈子见没见过四个菜，鸡操物六。这种情况出现在小天师身上，再正常不过了。檀木之中，来自国学之旅的张平安的粉丝，此刻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了。之前整个檀木区满满都是质疑。 他们想要解释一下，瞬间就会被海量的檀木顶走。而此时，在确定石门真的存在后，这些粉丝终于可以将积攒了许久的怒气爆发出来了。很快，钻探下去的队员上到了地面，再次确定了下面存在石门的真实性。随后，考古队开始清场。待人们到了绝对安全的地方后，挖掘机上场，开始挖石门附近的土地。几千公里外，线上指导团所在的办公室里面。 一干人等，全部都陷入了震惊之中，一个个人嘴巴大张，直接放进一颗鸡蛋都不成问题。真真的找到了，终于，有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言语中还是有些不敢置信。一个小孩子，是怎么靠着一根木棍准确定位木门位置的？一个老者满脸疑惑的看着大屏幕上的直播画面，我看呀，这小孩子就是瞎猜的，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而已。 一个稍显年轻的人，脸上还是出现了一丝不屑。我觉得，作为本地人，可能早就有人把这个古墓摸透了，只是那个人借着这个小孩的口，将位置说出来而已。又有人做出了一个猜想，随即引得众人纷纷点头。这个猜测确实比那年轻人的猜测靠谱一些。一众人等都将目光投向了守卫上的杨国忠，他们都想听听这位大佬的看法。杨国忠此时却是眉头紧皱。 死死的盯着画面中张平安的背影，此子，恐怕真有点东西啊！叹了一口气之后，杨国忠才缓缓出口，而他的一番话，却再次震惊了在场的众人。要知道，这位可是大夏考古界当之无愧的泰斗，他能夸这个小孩有点东西，那就证明这个小孩有的东西还不少。在动用了挖掘机的情况下，一道长约五米、宽约三米的巨大石门。 呈现在了直播间画面之中。那石门周围，刻画着精美的花纹，中间偏上的位置还有一个精美的狮子头。考古队的一群人，再次聚集到了石门面前，开始商讨着如何打开石门，进到古墓之中。钱主任，刚刚我们已经仔细探测过了，这道石门厚度近两米，通过石门密度检测，推测出此门的重量在三十吨左右。目前到位的器械。 没有一件具备起重如此巨物的条件。听住下属队员的汇报，李一鸣和钱月明两人的眉头都紧紧的锁了起来。因为通往方山的主路石桥前段时间塌陷的原因，现在只是搭建了临时的石桥，能达到起重条件的大型器械根本不能通过。现在木门找到了，可是打不开，一切都是徒劳。与此同时，线上指导团也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山洪很可能会短期内爆发。 很可能会破坏古墓结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进入墓室，将重要文物保存下来。大型器械不能入场的情况下，现在只剩爆破一条路可行。一个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行，石门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文物，这样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我在想，是否可以从石门附近钻动下去，这样既能保证石门的完整，也能尽量不破坏墓室结构。 很快就有人反驳了之前那个人的言论，一时间，整个会议室都热闹起来，各个专家各抒己见，说着自己的意见，整个场面混乱不堪。场上只有杨国忠一个人稳坐钓鱼台，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杨老，您倒是说句话啊！现在山洪随时可能爆发，此事迫在眉睫。杨老，不管用哪个方案，都还需得您拍板才行。 众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杨国忠的身上，等待着杨国忠的回应。而杨国忠此时却盯着大屏幕上的直播画面。我想，那个小孩子已经代替你们做出方案了。杨国忠缓缓说出的一句话，直接让在场的其余专家都是一愣。随后，所有人同时转头看向大屏幕。只见那直播画面之中，一个娇小身影，此刻正举住一把几乎和他一样高的工程锤。 朝石门上砸去，而他所砸的位置，竟然是那一颗造型精美的狮子头。这一幕，直接看到一众专家肝胆欲裂。这个小孩到底在干什么？那颗狮子头可是重要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哪怕是用爆破的方案，也应该切割下来，妥善保存。快，老肖，赶紧联系你那该死的学生，阻止这个小孩。 一众专家脸上都露出了焦急之色，那小孩一锤锤的，庞福不是锤在狮子头上，而是锤在他们的心脏上面。而此时，直播间中也因为这件事情沸腾了起来。这个小天师到底怎么回事？为石魔要破坏文物？